所莫不可胜计。明初，公益之凡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辟、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郡碑，百亿巨举，器于鸿、轩、交潭、苍宇犹未弃功。正统、天顺之际，三。PG 1217。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公益俱斋发经营军事，内外军官竟不得孤公用大小多。寡本用5000人，奏请至12万，摩所稽核。礼部尚书倪悦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乡人岂少停止。南京礼部尚书同宣复成公益之苦。吏部尚书林翰一言，两积平年凶灾，困于百亿，穷愁怨叹。山陕公益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新造王邸，财力不善。浙江福建办物料，事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帝接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武宗时，干清宫亦犹大，以太素殿出至普简，改作雕郡，用银制2000万余两，役工匠3000余人，遂之工十米万3000余石。又修宁翠、昭和、重置、光济诸殿，御马陵、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全性烟患。庄园慈木香火四观，工部副妾官营以媚烟。给侍中张元言，工匠养父母妻子，齿疾之兵欲外侮，经营之君为王室，今奈何？令民魔所赖，兵不立武，立归私门，愿从公事乎？输入折贵州新天一城，世宗营建最繁，15年以前名为太审，而今费已6700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密殿并时而兴，工厂20-30处，役将数万人，均称之，遂费200-300万。其时宗庙万受公灾，地不知省，营善一级，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是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亦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修，待燕人乱政，建帝营坟、建越王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200余年，明历丹残久矣，其以直亦优免者，少者1-2丁，多者至16丁。万历时，免田有至2-3千者，至若赋税捐免，有恩捐，有灾捐。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者免税，丰岁无灾伤，亦则得及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捐二税，且待以米甚者赐米布若超，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 PG 1218。一米已储粟，今其水灾，命户部主事赵干往镇千言半载，怒而诛之。青州汉皇有司不以闻，逮至其官吏。汉商州县有司不奏，
许其名申诉，处以极刑。孝感激，其领请以预备仓。正代，帝命行人持一网，且欲户部，自今凡岁积，先发仓予矣。代，然后文，者为令。在位三十余年，赐予不超数百万米，百余万，所捐租税无数。臣祖闻何南积，有私逆不以闻，逮找之。因命都御史陈英榜御天下，有私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有。又斥朝廷遂遣巡视官，目击民间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已发朕请者，遣人持狱之，言军民困乏，逮捕嗷嗷，尚从容起请呆报，不能效汉及暗耶。宣宗时，户不请何基民。帝曰：民饥无食，既知当如枕逆就焚，悉呆堪。盖二祖仁宣时，仁政极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节起运，寺内躺被灾处无储宿者，发螃蟹米赈之。惶难始深，必遣人不焚。育子女者，官为收赎，且令妇人捐佃户租，大户待平民宿，免其杂役为席，丰年长之。黄庄湖泊皆持敬，听民采取，饥民还疾，给以口粮。今通仓米，平价出挑，监狱给俸粮矣。杀米价，见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妓院穷民各住籍。无籍者收养蜡烛，翻干二四。其序名如此。世宗、神宗于明世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捐赈，不敢为祖制也。赈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予。永乐以后，减其数。纳米赈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时，流徒减三之一，余地减有差。捐纳势力，自宪宗始，生源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建，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制。武宗时，复民纳粟赈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受散官，得至从六品。世宗令一名出谷二十石者给官带，多者受官赈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PG 1219。为立房赈州之法，自世宗始。报灾之法，弘五十不拘十县。弘至中，十县下灾不得过五月中，秋灾不得过九月中。万历时，又分晋的五月、七月，边的七月、九月。弘五十，堪灾济时，晋与捐免。弘至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又至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治云。PG 1220。至第五十五，十或三，漕运仓库。历代以来，漕粟所兜，给官府领食，各市道里远近以为准。太祖都金陵，四方共赋，由江以达京师，道尽而已。自成祖迁宴，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出之运，次对运，之运相参，至之
运西变为长运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300万，十余变粮。已而大将军徐达令新、郭、代、兼、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省府下山东行省，牧水公发莱州洋海仓饷永平尉。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其西北边则郡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向宁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远运。于是各路皆就禁书得利便矣。永乐元年纳户部尚书玉兴言，使用怀船受300石以上者，到怀及沙河底乘舟引其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底八柳树车。运赴渭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十架数灵性，百费养给，不止。想便也。怀海运道凡二，而灵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已输。北平合而计之为三运。为海运用官军，其余则皆民运云。自郡会通河，帝命都督贾谊、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公与折败，乃造浅船500艘，运怀、阳、徐、兖。PG 1221，200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轩记之，颇增至3000余艘。石怀、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怀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晚运。自怀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经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地运，遂凡4次，可300万余石，名曰之运。之运之法，之者不必出当年之名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君之。通数年以为头役，其不失长额而止。由是海陆二运皆罢，唯存遮阳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对粮30万石，12输天津，18由直沽入海输济州而已。不数年，官军多所调遣，遂复民运，到远数千骑。宣德4年，宣吉尚书黄福建亦复之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150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卢、安、广。德民运粮274万石于徐州仓、应天、长、镇、淮、阳、奉、泰、滁、河。徐民运粮220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皆运入京、通二仓。民粮既就进入仓，力大减省，乃量地进远。粮多寡，抽民船11或13、5只亦已给官军。为山东、河南、北直隶则尽赴京仓，不用之运。寻令南阳、怀庆、汝宁粮运临清仓，开封、张德、魏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6年，宣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及1年，务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州，对与卫所。官军运在至北，给予路费号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对运。命群臣会议，吏部检议等上官，军对运民粮加号则利，以地远近为差。
美食，湖广八豆，江西、浙江七豆，南直隶六豆，北直隶五豆。名有运至淮安对与君运者，只加四豆。如有对运不尽，人令名自运付诸仓，不愿对者，亦听其自运。君既加号，又给清机银为红闸盘剥之费，且得付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兼。于是对运者多，而知运者少矣。君与民对米，往往是强勒索，地之其弊，赤户部。PG 1222。伪政官兼陵，不许私对，以而颇减加号米。远者不过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为律，二分与米，一分以他物准。正梁湖面锐，号梁具瓶盖，运粮四百万石，经仓注十四，通仓注十六。林徐淮三仓各遣御史兼收。正统出运粮之数四百五十万石，而对运者二百八十万余石。淮徐林得四仓之运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变，附近刘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人署名。景泰六年，瓦剌入贡，乃复军运。天顺末，对运法行久，仓入记号于入与律对湖面，且求多所，军困甚。宪宗即位，漕运参江原右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粮令纳户平准，十家号不过五升。今运军怨名家，则仓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令君自盖每十家号五升，无益勒索者治罪。后从都仓中官言加号至八升，久之复一收如故，屡禁不能止也。初运粮经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对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之运改对者七十万石。对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对运改对加以号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万，冀州一府七十万，加号在外，这复是苏减数万。江西湖广又沙烟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给米六十四万余石，西之对运米。而林得二仓注预备米石九万余石，取山东河南改对米充之，遇灾伤则拨二仓米矣。补运物足四百万之额，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对之意。时应天巡抚腾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队，加号外赋十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林得四仓之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次交队。由是西变为改对，而官军常运遂为定制。然事实私仓者多苛取。 PG 1223。 甚至有额外罚运军辗转称代不知，
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书论运军之苦，言各职省运船皆供不给价，另有私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不成律军事不佳。爱护亦令本部出料四分，军位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位无从错办，皆军事卖资产，欲男女以供之，以造船之苦也。郑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俱以余丁充之，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春对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剥，多称贷以计用，此往来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因以轻余，则常被袭，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一新米，又隔于尽力，多被掠夺。今宜家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近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之弊，数军困少苏，照从其意。五年，户部尚书叶其言苏松诸府连岁荒欠，民买漕米，每时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岁公宣大二边粮料，每时一银一两。去岁苏州对运已折五十万石，每时银一两。今请推行于诸府，而稍差其职。栽种者十七钱，稍轻者十人一两。据解不转发各边，抵北直隶三处岁公之数，而收三处本色以输金仓，则费省而事一级，从之。自后岁灾，折权宜折银，以水次仓之运之粮充其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率，无复置一两者。先是陈化兼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至南京，令官军就水次对之，计省加号书碗之费，得余米十万石有其助预备仓，以资缓急之用。至是巡抚都御史以对之有弊，请令如旧上仓而后放之。户不言，对之法善，不可易照从不易，以所余就助各位仓作证之销。又从户部言，山东改对粮九万石，人听名字运林得二仓，令官军之运。正德二年，漕运官请书通水次仓储，言往时名运至淮徐林得四仓，以待位军之运，后改赴晋州县水次交对，以而并之运七十万石，亦令改对。但七十万石之外，犹有交对不尽者，名人运赴四仓九无 PG 一千两百二十四知销，以至城府请将浙江江西湖广镇对两米三十五万石折银解金，而令三省卫军赴林得等仓之运如所折之数，则诸仓米不符，三省漕促便于之运，遂漕额外又得三十五万折银，一举而数善俱矣。帝命不成意，如其请。六年，户部侍郎少保以漕运迟滞，请复之运法。户部议之运法废久不可促复，是遂请零得二仓之助米也，凡十九万，计十年的百九十万。自世宗初，
灾商波补日多，而山东、河南已岁欠，数请清减，且二仓囤积多朽腐。于是改折之意履新，而仓储建号矣。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洪请以清机营听运官道之，为故旧舟车之费不必装翘硬封，计算现余以苦漕促，给事御史交驳之。虎不言，科道官之论主于房间是也，但清基本资转班费，今虑官军清号，尽取其盈余以归太仓，则以脚价为正粮，非利法出一也。乃亦运船至通州，寻仓御史何晏酌量之用时数者为定规，有限于不输太仓，即用以修船，观其余度者重罪。清基营者，宪宗以诸仓改兑，给路费，使各有号米，兑运米。据一平一锐，故有锐米，自随船给运四斗外，余折营，谓之清基。凡445000余两。后破入太仓矣。隆庆中，运道兼阻。一者欲开交来河，赴海运，由淮安清江浦口，立新坝马家豪至海仓口，近抵直沽，只寻海套，不犯大洋。书上遣官刊报，以水多杀气而止。神宗时，漕运总督书应龙颜，国家两都并建，淮徐林德时南北咽喉，自对运九行林德上有岁积，而淮徐二仓无粒米，请自今山东、河南全熟时，竞争本色上仓，即林德已足50余万，则令纳于二仓，一积50万石而止，从之。当世时，折银见多。万历30年，漕运抵京，仅38万余石。而府城一载流漕米以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清征之。PG1225。言太仓入不当初，继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呆心漕举吹躺，输纳千骑，不复有京师矣。盖灾商折营，本折漕粮以抵京军。月俸其实混之以给边饷，遂至银米两空，故世清征之。自后仓储渐溃，漕政亦一迟。待于起征，天下萧然繁废，遂攻月不足之矣。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11770，官军12万人。许令复载图仪，免征税。超孝宗时限10时，神宗时至60时。宪宗立运船至旌旗县，北直隶、河南、山东5月初1日，南直隶7月初1日，其过江之对者斩1月，浙江、江西、湖广9月初1日。通济3年考成，为县者运官降罚。武宗列水陈图阁，按日次田行止战的，为县之米顿德州诸仓约计顿。世宗定过淮城县，江北12月者江南正月、湖广、浙江、江西3月，神宗时改为2月。又改至今县5月者缩1月，7、8、9月者地缩2月，后又通缩1月。神宗初
定十月开仓，十一月对郡，大县县传道十日，小县五日。十二月开邦，二月过淮，三月过洪入闸，皆先其以样米成户部，运粮到日，比燕乡同乃收。凡灾伤奏请改折者，无过七月。提议后期即临时改提者，立案免赋。漂流者，抵换十米。大江漂流为大患，河道为小患。二百石外为大患，二百石内为小患。小患把总刊报，大患俱奏。其后不计多寡，盖行奏刊矣。初，船用南山，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号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后船数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负载加带日多，所在激流为限。一遇河决，即有漂流，官军因之为奸。水次折干，沿途倾倒，妄称水火，致有凿船自审者。PG 1226。明初，命武成都海运常见漕运使，寻霸陈祖以后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崔都、郎中、员外分礼、主事都队，其志不一。景泰二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是曹司领十二总、十二万军，与金操十二营军相准。初，宣宗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遂八月赴京，会议明年漕运事宜。即设漕运总督，则并令总督赴京。至万历十八年后时免。凡岁正月，总漕巡扬州，经李瓜、淮过闸，总兵驻徐、邳、都过洪入闸，同李漕参政管押赴京。载运则有御史、郎中，押运则有参政、监队、李行、管洪、管场、管闸、管权，监仓则有主事。清江为何有提举？对壁过淮过洪，巡抚、曹司、河道各以职长奏报。有司米不备，军未船不备，过淮误期者，则在巡抚。米具船备，不及验放，非河梗而压邦停泊，过洪误期因而飘动者，则在曹司。船粮一线，河渠淤浅，疏浚无法，闸作起必失。十不得过洪底湾者，则在河道。明初，于漕政每家优婿人宣进一漕舟，又持运者。因宗时使扣口粮均贪，而运均不守法度为民害。自后漕政日迟，均以号米一丝物，到受积沉比至，反买仓米不纳，多不足数。而粮常率掺沙水于米中，河南、山东尤甚，往往真失易烂不可。十全要带运军营以往取利，至请拨关税给船料以取偿。漕运把总率由会得仓场额外科取，遂至十四万。世宗出镇，诸弊多离阁，然漂流为限二弊，日以滋审。中夜以后，亦不可究。结矣。漕粮之外，苏、松、长、嘉、湖五府，疏运内府白熟经诺。
米十七万四十余石，内折色八千余石，各府部操金米四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八百余石，令名运，谓之白梁船，自常运法行，梁皆均运，而白梁名运如故。穆宗时，陆树德言，均运以充君储，名运以充官禄。人知均运之苦，不知名运有苦也。 PG 1227。 船户之求索，运君之欺凌，鸿闸之守候，入京入仓，绝壁百出，家境出，名运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后无不破矣。以白梁令君待，运甚变，输入下不易，不从。凡诸仓印书者有定数，其或改拨他镇者，水次应对曹梁，即令作派镇军领队者给驾，州县官督车户运至远仓，或给军驾。就令官之者通谓之亚运。九边之地，舒良大律以车，宣德时想开平亦然，而兰、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负。永乐中又常令广东海运二十万石给交趾云。明初，今未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至至二十所，且建林豪、林清二仓以供转运。各行省有仓，官吏奉取给焉。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镇凶荒。自超法行，颇有审格。二十四年储粮十六万石于临清，以给训练骑兵。二十八年至皇城四门仓，储粮给守御军，增京师。诸位仓凡四十一，又设北平、密云诸县仓，储粮以资北征。永乐中至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亦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至城内，待会通河城使设仓于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即又移德州仓于临清之永清坝，设武清卫仓于河西务，设通州卫仓于张家湾、宣德中，增造临清仓，容三百万石，增至北京及通州仓。今仓以御史、户部官仅一千百户，计更巡查外仓，则布阵暗查，都司官防之。各仓门以至是五官二律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者以为所仓属之，无仓者以为所改立，为辽东、甘肃、宁夏、万全及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人其旧正统中，增至今卫仓凡七。自对运法行，诸仓之运者少，而今通仓不能容，乃毁临清、德州、河西务仓三分之一，改为今通仓。景泰初以武清卫诸仓于通州。成化初 PG 1228。 费陵得预备仓在城外者，而以城内空熬储预备米，名临清者曰长营，德州者曰长丰。
凡经仓五十有六，通仓十有六。知省抚州县藩府边隘保站为所屯数皆有仓，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预备仓之设也，太祖选其名运钞抵米，以备赈济，即令长之。天下州县多所储蓄，后建废池，于千府河南、山西修其镇。州城府南畿，别立计农仓，他人不能也。镇统时，众卿道知罪，至千骑充军，且定纳谷千五百石者，敕奖为一名，免本户杂役。凡镇积米一石，四有年，纳稻谷二十五斗还官。弘治三年，县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为千户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拷闷之日，积其多寡以为殿罪。补及三分者夺俸，六分以上降调。十八年令赎罪赃罚，皆抵谷入仓。正德中令求纳纸者，以其八折米入仓。军官有犯者，纳谷准立功。初，预备仓皆设仓官，置事阁，令州县官及管粮仓官领其事。嘉靖初，欲得固鼎陈盐、陈红石，每年以存留余米入预备仓，缓急有备。金秋粮紧足对运，预备无粒米。一遇灾伤，则奏留他粮及劝富民借谷，以应故事。起即赴预备仓，粮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设法多积米谷，人访谷常平法，春赈平民，秋成还官，不取其席。府积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为律。即又定十里以下万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矣。下至十九万石，其后积粟尽平跳，以济平民。储积渐减，隆庆时，巨郡无过六千石，小邑只千石。九之数一减，苛伐亦一轻。万历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仅百石。有司言为巨文。吕下诏申斥，律以虚数七往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常请见常平及设仓。嘉靖八年乃令各府按设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设，则家因时而有行役者一人为设守，处事公平者一人为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设副。PG 1229。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号五合。上户主其事。年积，上户不足者量贷，忍岁还仓。中下户着粮。正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府，按岁一查核。仓虚罚射手出一岁之米，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两金库藏先后建设，其制大略相同。内府凡石库、内城运库、铸锻匹、金银、宝玉、尺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岁近百万两有其。广积库，铸硫磺、硝石、甲字形党，铸布匹、盐料；乙字形党，铸胖袄、战鞋、军事球帽。
丙字行党，著棉花丝矿；丁字行党，著铜铁兽皮苏木；戊字行党，著甲帐脏乏库，著煤官物；广汇库，著钱钞；广银库，著铸丝沙罗绫锦卷。六库皆属户部，唯乙字行党属兵部，戊字广基广银库属工部。又有天才库，一名司药库，铸各衙门管药，亦铸钱钞。公用库，铸金刀手米及上贡物。以上通谓之内库，其在宫内者，又有内东御库、宝藏库，谓之礼库。凡礼库不关于有司，其会归门、宝善门以东及南城瓷器诸库，则谓之外库。若内府诸监司局、神乐堂、西深所、太常、光禄寺、国子监，皆各以所长收注应用诸物，太仆则马驾迎归之。明初常置行用库于京城及诸府州县，以收益昏烂之钞。仁宗时罢，英宗时始设太仓库。初岁赋不征金银，为坑野税有金银入内承运库。其岁赋偶折金银者，据宋南京公武成录，而各编有缓急，亦取足其中。正统元年改折漕粮，遂以百万为额，竟解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自己五成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所谓金花银也。七年乃设户部太仓库，各直省派甚卖米。石库中棉丝、绢布及马草、盐客、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及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佃钱、原利上纳者，亦皆入焉。专以铸银，故又谓之银库。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每收太仓银入内库。又至南京银库，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盐内府财，PG 1230，用不充，请之太仓银。户部直奏不能举，嘉靖初内府供应事，弘治时其后乃备之。初太仓中库积银800余万两，续收者铸之两五，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遂以中库为老库，两五为外库。即是时，老库所存者近220万两。22年特令金花子立银印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37年令遂进内库银100万两外，加预备清取银，后又取煤官银410万两入内库。隆庆中数取太仓银入内库，承运库中官至矣，空扎下户部取之，廷臣书谏皆不听。又数取光禄太仆银公部尚书朱恒吉谏不听。初世宗时，太仓所入200万两有其。至神宗万历6年，太仓遂入凡450余万两，而内库遂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半银20万两以为常，后又加内操马除料银7万余两。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扩取几进，边赏守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
凡甲字诸库，主事协科道巡视。太仓库，员外郎，主事领之，而以给事中巡视。嘉靖中，使两月一报出纳之数，时修工布旧库，名曰节圣库，以贮矿银。尚书闻名以给公价，帝节责之，令以他银补偿，自是专以给内用焉。其在外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尉所皆有库，以贮金银、钱钞、丝帛、赃罚诸物。巡按御史三岁一盘查，各运司皆有库贮银。岁中，巡盐御史委观察之。凡府州县税客司局和帛所、岁客、商税、余客、引游、契本诸客臣，太祖令所司解。州县府司以至于布，布札之库，其元丰时，布善发也。至永乐时，始为宴刊，中方起解，至不赴宴，同乃进纳。嘉靖时，见宴侍厅，宴中给进状记库。月逢九，会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收，不堪者博弈。正统十年，设通济库于通州。世宗十八隆庆初，密云、济州、昌平诸镇皆设库，收住主客年例、军门公费及府赏，修编营云。PG 1231。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兼收者，恒所无厌。正德时，台州尉指挥陈良纳军器，积留八载，至起十余事。内府收粮，增号常以数倍为率，其患如此。诸仓初不设中官，宣德末，今通二仓使至总督中官一人，后怀、徐、林、德诸仓亦至监督，曹婉君民被其害。世宗用孙交、张福进义撤革诸中官，唯都诸仓者如故。久之，从给事中管怀礼言，乃罢之。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之于内，京师不收阔于外。成化时，巡盐御史杨承使请发各盐运提举司赃罚银入京库。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贮真尧献银，进书太仓。尚书周经历争之，以为有不足者，以实造赏赖斋教土木之故，必欲尽扩天下财，非葬富于民意也。滞留仅用事，遂令各省库藏禁书经师。世宗时，闽广进献于户部，请责他审巡案，遂移奏献如例。又以太仓库馈运南户部库银八十万两十之，而户部调上理财事宜，林德二仓积银二十万两，路已归太仓。隆庆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库银。神宗时，御史萧仲望请和府县岁额银进部，未报上千户和其衔起赤内关与己都之。帝竟从其请，由是外储日旧号至天启中，用操将巡抚范纪侍策下赤都岁进收阔米有一亿，南京内库婆藏金银珍宝，魏忠贤脚趾取尽，盗窃一空，内外溃竭，遂至于亡。 P
PG 1232至第56。十或四，严法查法，主海之吏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极力严法，置局舍官，令商人贩玉二十取一，以资军饷，继而被征之，用胡申言复出至丙五岁，始至两淮盐官。吴元年至两浙，洪武初，朱产盐的次第设官，都转运盐十司六，约两淮，约两浙，约长卢，约山东，约福建，约河东。盐客提举司七，约广东，约海北，约四川，约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约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武井。又陕西灵州盐客司一，两淮所辖分司三，约泰州，约淮安，约通州。批验所二，约宜真，约淮安。盐场三十，各盐客司一。洪武十，遂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洪治十，改办小引盐，备之。万历十同，盐行直隶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泸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河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正统中、贵州一时淮盐。成化十八年，湖广衡州、永州改航海北盐。正德二年，江西赣州、南安、吉安改航广东盐。所书编甘肃、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辽东、固原、山西神池珠宝。上贡光禄寺、神宫监、内官监。遂入太仓余盐银六十万两。PG 1233。两浙所辖分司四，约嘉兴，约松江，约宁绍，约温台。批验所四，约杭州，约绍兴，约嘉兴，约温州。盐场三十五，各盐客司一。洪武十，遂办大引盐二十二万四百余引。洪治十，改办小引盐，备之。万历十同，盐行浙江，直隶之松江、苏州、常州、镇江、维州五府及广德州、江西之广信府。所书编甘肃、延绥、宁夏、固原、山西神池珠宝。遂入太仓余盐银十四万两。明初，至北平河间盐运司，后改称河间长卢，所辖分司二，约沧州，约青州。批验所二，约长卢，约小直沽。盐场二十四，各盐客司一。洪武十，遂办大引盐六万三干一百余引。洪治十，改办小引盐十八万八百余引。万历十同，盐行北直隶、河南之张德、魏辉二府。所书编宣府、大同、冀州。上贡交庙百神祭祀，内府修缮及给百官有司。遂入太仓余盐银十二万两。山东所辖分司二，约交来，约宾乐。批验所一，约洛口。盐场十九，各盐客司一。洪武十，遂办大引盐十四万三千三百余引。洪治十，改办小引盐，备之。万历十，
96,100余。引言行山东直隶徐邳宿三州河南开封府后开封改时河东沿所书编辽东及山西神池珠宝遂入太仓余盐银五万两福建所辖盐场七各盐客司一红五十遂办大引盐十万四千五百余引红至十增七百余引万历十减千引其引曰依山曰富海依山纳折色富海行本色神宗时亦改折色言行境内遂入太仓银二万二千余两河东所辖解盐出设东厂分司于安邑成祖时增设西厂于解州巡复并于东正统六年复置西厂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厂分司弘五十遂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弘治十增入万引万历中又增二十万引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 PG 1234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陆安二府则庆辽三州的有两件者盐的兼行隆庆中延安改石林州持盐崇祯中凤翔汉中二府亦改石林州盐遂入太仓银四千余两给宣抚镇及大同代府路粮抵补山西民粮银共十九万两有其陕西林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河盐井红五十遂办盐西河十三万一千五百斤有其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斤有其林州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斤有其弘治十同万历十三处共半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余斤沿行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遂解宁夏沿绥故原饷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所辖盐场十四海北所辖盐场十五各盐客司一红五十遂办大引盐广东四万六千八百余引海北二万七千余引弘治时广东如旧海北万九千四百余引万历时广东小引深盐三万二百余引小引熟盐三万四千六百余引海北小引正号盐一万二千四百余引盐有深有熟熟贵深贱广东盐行广州肇庆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盐行广东之雷州高州连州琼州四府湖广之贵阳称二州广西之桂林柳州梧州寻州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思明镇安石府田龙四城凤翼立五州遂入太仓盐客银万一千余两四川盐井峡盐客司十七红五十遂办盐一千一十二万七千余斤红至十办二千一十七万六千余斤万历中九百八十六万一千余斤沿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顺庆保宁
夔州、五府、铜川、嘉定、广安、雅、广元五州县，遂借陕西镇盐客，银七万一千余两。云南黑盐井辖盐客司三，白盐井、安宁盐井各辖盐客司一，五井辖盐客司七。洪武十遂办大引盐万七千八百余引。洪志 PG 一千两百三十五。十各井多寡不一。万历时与洪武同盐行境内，遂入太仓盐，客银三万五千余两。陈祖时常设交趾提举司，其后交趾师乃罢。辽东盐场不设官，军于兼办，赵商议速以给军。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盐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瓜的得之怀。这之盐敖波川，滇之盐吉井闽，粤之盐基鲁，淮南之盐坚。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坚有晒，此其大教也。有名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盐大同。梁楚自临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繁，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玉璧即以原给银幕附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赵商疏粮而与之言，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赵商中言以为君储，言法边际相辅而行。四年定中盐吏，疏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朱仓，即到李靖远，自五十至一十有差，先后增减，则力不一。律事时缓急，米值高下，中纳者力否？到远的险，则减而轻之。编制勘合及底部，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币、书所。纳粮及印之盐数，积付各转运提举司诏数之盐。转运诸司亦有。底部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予。欲盐有定所，勘诸铜板。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陈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阀，西平天下中盐，专于京卫开中，为云南金池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不数年，京卫粮米充县。而大军征安南多费，甘肃军粮不敷，百姓疲转运。待安南兴复，饷役难计，于是诸所复赵商。中言他边地复以次及矣。PG 1236。仁宗立以超法不通，亦所以敛之之道。户部尚书夏元吉请令有超之家中盐，遂定各盐司中盐则立沧州引三百贯，河东、山东半之，福建、广东百贯。宣德元年亭中超立三年，元吉以北京官吏、军将粮饷不知，条上预备册盐中盐，旧则太重，商贾少至，请更定之。
乃定每寅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照商纳米北京。户部尚书郭敦言，忠言则利矣。简而商来者少，请以十分为虑，六分之与纳米金仓者，四分之与辽东、永平、山海、甘肃、大同、宣府、万全以纳米者。他处中纳西停之。又言洪武中，忠言客商年久勿固，待知者多虚冒，请按引给超实定。帝皆从之，而命备给其超。甘肃、宁夏、大同、宣府、独石、永平道险远，区中者少，许寓居官员及军于有良之家纳米斗中言。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关立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言。上马一匹与言百引，赐马八十引。继而定边诸位地增二十引。其后河州中纳者，上马二十五引，中减五引。松潘中纳者，上马三十五引，中减五引。九之复如初至。中马之始，宴马乃撤言，继而纳营于官以示马。营入布政司、松露、屯粮、修边、政绩辗转之消，营进而马不至，而边楚亦自此告愧矣。于是赵商中怀这长卢言以纳之。令甘肃中言者，怀言十七，这言十三。怀盐为纳米麦，浙盐间收豌豆、青稞。因怀盐值贵，商多趋之，故令怀浙间中也。明初人宋元旧制，所以优序造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人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饮一食，置仓渔场，遂拨附近州县仓储及对军于米以待给，兼之钱钞，以米价为准。寻定钞数，怀这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海北、山东、福建、四川引二贯。造户杂犯死罪以上指与杖，即日间言已熟。后设总催，多追销造户。至正统时，造户贫困，不逃。PG 1237。者多，松江所赋客六十余万。明肃于朝，命直隶巡抚周成监理。严可陈条上铸铁斧，续鲁丁，选总催，严司犯四事，且请于每年正客外，待征不客。帝从其请，命分不客为六，以六载币征。当世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后之言，祖孙相待不得者，乃亦仿洪武中立，而家超定以偿之，愿守之者听。又以商人守之年九，虽减轻开中，少有上纳者，亦他言思如旧制，而怀者长卢以十分为虑，八分给守之商曰长谷，二分收住于官曰存积，欲边境使赵商中纳长谷存积之名由此始。凡中长谷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然人甚苦守之，真屈存积而长谷庸矣。景帝时，边与多故，存积增至六分。中纳边粮，兼纳谷草、秋青草、秋青草三当谷草二。广东之盐力不出境，
商人律事守官吏，越是广西巡抚。叶慎以为人之则废法，禁之则病伤，请令入米饷边，乃许出境。公私交利焉。陈化初，遂见灾，荆楚不足，赵商于淮、徐、德、周水次仓中言，就立中言，户部出榜赵商，无进奏者，妇人吕明等托事要。奏中两淮存积言，终止允之。户部尚书马昂不能执政，言法之。坏自此始。世豪多参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军民因造遮阳大船，列谢犯言，乃为重法，私犯窝隐俱论死，家属喜边位，家带越境者充军，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颇减存积之数，长谷七分，而存积三分。然商人乐有谏言，报中存积者增至，遂人增至六分。怀这言犹不能给，乃配之长卢、山东以给之。一人间之数处，道远不及亲父，边商者冒隐于近的妇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内商之言不能诉获，边商之隐又不见受报。中请代存积之治遂与长谷等。宪宗末年，燕患妾室，奏讨淮。这言无算，两淮积欠至五百余万隐，商隐拥至。PG 1238。至孝宗时，而买捕于言之一心矣。于言者，造户政客外所，于之言也。洪武初至，商之言有定场，无许越场买捕，秦造有余言送场司二百金为一饮，给米一石。其言照商开中，不拘资赐给。与陈化后，令商收买，而劝借米卖以正平造。致事清理两淮严法，侍郎李四请令商人买鱼盐补官瘾，而免其劝诫，且停葛边开中四不客完日，官为卖盐三分价值，二充边储而留其一以补商人未交盐价，由是以鱼盐补充政客，而严法一小变。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具，边方输粟无甚贵之时，陈化间使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者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之，户部尚书叶琦请召商纳银运司累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是国初中米值加倍，而商无守之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付边开中之法费。商屯彻夜，波粟祥贵，边储日虚矣。武宗之初，以严法日坏，令大臣王琼、张宪等分道清理，而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贺各领家人奏买长卢、两淮盐引。户部尚书韩文直不可，终止许之。知造太监崔杲又奏起长卢盐一万二千引，户部以半与之。地狱权与大学士刘建等力争，李东阳与游切地不悦，见等复书真，乃从不义。全要开中计多，又许买鱼盐，一饮有用至十余年者。正德二年始，申节就引缴之，令立宪追缴，
而每引增纳指价及政绩米卖，引价重而客庸如，故意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韩雍于肇庆、吴州、清远、南雄、立抽盐场，官盐一引，抽银五分，许代于盐四引，引抽银一钱。都御史秦弘许增代于盐六引，抽银六钱，即是增至九钱而不复抽官引。引木机制私盐通行，乃用户部郎中丁志祥请复弘旧法，而他处商人加代于盐，撤割纳价为多至三百金者十罪。PG 1239之怀这长鲁引盐长谷四分，以给各边主兵及公益政绩之需，存积六分，非国家大事，边境有境，未尝忘开。开闭边，臣奏讨，今不复允，未有商人善请及专请怀盐者。弘至坚存积盐甚多，正得时，全信遂奏开残盐，改存积长谷皆为政客，且皆折银。边城缓急无备，而是要战中卖窝，价增数倍。商人引纳银八钱，摩索获利，多不愿中，客日好处。奸侠者加代引，设弊端百出。盐城城中当封止，复列灵盐，所盐诸木以假之。世宗登吉诏，守命才阁。未几，商人陆俊等银元进信，以增价为名，奏买残余等盐。户部尚书秦京直不允，帝特令中两怀额盐三十万引于宣府。今盐奸人占中怀盐卖窝往利，使山东长鲁等盐别无搭配，积之无用，亏国用，勿边处，莫此为甚。御史高士魁亦争之，召简怀引十万分两浙长鲁盐给之。今复盐宣大惧重镇，不宜令奸商自责便利，但中宣府地可知，以而郡等请以16人中宣府，11人中大同，竟从其请。嘉靖五年从给事中管律奏，乃复长谷存积四六分之制。然事实于盐盛行，镇盐守之日久，院中者少，于盐地领勘合，即食之卖，院中者多。自弘至时以于盐不正客，初以常不客，后令商人纳价书不记编。至嘉靖时，盐随用兵辽左缺饷，进发两淮余盐七万九千余引于二边开中，自是于盐行，其史上无定。而未几，两淮增引140余万，每引增于盐265斤。引价淮南纳银1两9钱，淮北1两5钱，又设处置科罚名色，以科敛伤财。于是正言未派，先沽于盐，伤造巨困。奸侠者借口官买于盐，加犯私奸，法禁摩所失，盐法大坏。13年，给事中管怀里盐，盐法之坏，其必有六开中。不时米价腾贵，赵敌之难也。世豪大家专擅利权，报中之。PG 1240难也。官司苛罚，利须清索，疏纳之难也。下场挨撤，动以数。
年，守之之难也。定价太昂，其不偿本，取盈之难也。思言四。初，官言不行，是义之难也。有此六难，政客庸矣，而思计者，应设于言以佐之。于言立后，商贾乐从，然不以开边而以解布。虽岁入巨万，无益君虚。常考祖宗时，商人中言纳价甚轻，而造户间言工本甚厚，今言价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近思言使不行也。故欲通言法，必先处于言，欲处于言，必多减正价。大抵正言见，则思犯自习。今以定价，每引正言引五钱，余言二钱五分，不必解付太仓，俱令开中观之，余言已尽，收为度。正言价轻，既利于商，余言收尽，又利于造，未有商造俱利，而国客不充者也。事下所思，户不富，以为余言盈。人解不如故，而边饷亦虚矣。至二十年，帝以变乱言法由于言，敕罢之。怀这长卢西复旧法，加贷者割莫入关，应变卖者以石孤为准。御史无穷又请各边中言者皆书本色，然令府下吏部尚书许言赞即请复开余言以足边用，户部复从之，余言复行矣。先是十六年令两浙辟邑，官商不行之处，山商每百金纳银八分，给票行言。其后多侵夺阵引，官商客缺，引拥二百万，后撤币五六载。于是有欲征直抵计撤之法。欲征者先齐书客，不得思维去留。直抵者直现在运盐水城，复持一引矣，抵一引。计撤则以纳客先后为序，春不得迟于夏，夏不得超于春也。然票商纳税即撤卖，欲征诸法图利引商而已。林州言持自始昭中马之一行，边饷亏缺，甘肃米值十银五两，户部因奏停中马，照商纳米。中言二十七年令开中者只纳本色粮草，三十二年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为额，和正于言为宜而隔于言明。时都御史王申御史黄国用意两怀造户于言，每引官给银二钱，以充工本，增 PG 1241，收三十五万引，名为工本言。令商人中额言二引，代中工本言一引，抵主兵年历十七万六千两有其从其请。初，怀言岁客七十万五千引，开边报中为正言，后益于言纳银解布。至是通前额凡一百五万引，额增三之一，行之数年。机智魔所受言法庸不行，言事者屡成功本为言坠游，户不已。国用方处年历摩所出，因之不变。江西故行怀言三十九万引，后南安、赣州、吉安改行广言，为南昌诸府行怀言二十七万引。继而思范盛行，元州、临江、瑞州则思时广言，抚州、建昌司石福言。
于是淮盐井行十六万引。数年之间，国计大处。巡抚马森舒其害，请于峡江县剑桥设官，鄂闽广要京进赴淮盐，额稍增至四十七万引。为九桥毁，增额二十万引复除矣。三十九年，帝欲整盐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懋卿严嵩党也，包居无须日，两淮而盐营六十一万有其，自设宫本盐增九十万，懋卿复增之，遂满百万，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残盐，共得银几二百万，一时许为其功。乃立刻宪法，每促一人，即现或私盐有定数，不及数，折削其单固一钱。罗促今岁有不得之一钱者，乃共为私犯，以大利，甚至结孤薄，乌以盐道而执之，流毒遍海滨矣。松师是巡盐御史徐况言，两淮盐法曰长谷，曰存积，曰水乡，共七十万引有其，引二百斤，纳银八分。永乐以后，引纳粟二斗五升，下场观之，四散发卖，商人之利一时无焉。近年正盐之外，加以余盐，余盐之外，又加宫本，宫本不足，乃有天丹，天丹不足，又加天饮。懋卿趋利目前，不顾其后，是误国乱政之有者。方今灾荒迭告，盐场淹没，若欲取银百万，必至逃亡，贤及欲绝，不及于此。于是悉罢懋卿所增者。四十四年，巡盐御史朱秉如奏罢两淮宫本盐，自业其变法，边处多缺。嘉靖八年以后，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之。PG 1242。末年，宫本盐行，内商有数年不得撤者，于是不乐买饮，而边商困，因营求告撤河盐。河盐者，不上领军，在河境自抄撤，一之而获力竭。河盐行，则守之存积者越久，而内商亦困，饮价弥贱。于是奸人专以收买边饮为事，名曰顿户，告撤河盐。作归后立，时复益于正盐外，附带于盐，以抵宫本之数。顿户因得贱卖于盐而贵受之，边商与内商越困矣。隆庆二年，屯盐都御史庞上彭书言，边商报中，内商守之，是本相虚，但内商安坐，边商远疏，劳役不均，故撤河盐者以会边商也。然河盐既行，淮盐必至，内商无所得利，则边商之引不受，今宜停撤河盐，但别边商引价，自建引及起止官引到司勘河，别为三等，定银若干。边商仓超已到，内商不得流难，盖河盐停则淮盐速行，引价定则开中自多，边商内商各得其愿矣，帝从之。四年，御史李学师亦罢官买余盐。报可是时广西古田平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官出资本买广东盐，至桂林发卖，
七万余包可获利二万二千有奇。从之，自家进出，复长股四分，存积六分之制。后因各编多股，长股存积并开，怀俄遂克七十万五千余引，又增各编新引遂二十万。万历时，以大公搜远年为煤费引六十余万，需出克俄。之外，无正言，指令商买捕余盐。余盐久尽，为计引众科家兼非派而已。使两淮引价余银百二十余万，增至百四十五万。新引日益，正引日庸。千户引因请配卖煤官盐，可得银六万两。大学士张卫等争之。二十六年，以鸿胪寺主簿田应必奏命众官鲁保育两淮煤官余盐，给侍中包建杰及陈利害，不听。保记世事，遂亦开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明言，明指何煤官盐，而存积非煤官也，额外加增，必亏政客。保奏不可从。御史马从逞亦争之，俱不听。保乃开存积八万引，引重五百七十斤，月次超撤，压正言不行。商民大扰，而奸人风起，动敛无引。PG 1243。其等真言严厉，山西、福建诸税监皆领盐客矣。百户高时下奏，这闽余盐岁可变价三十万两，巡抚经学会刊奏皆往，输入部审。于是福建解银万三千两有奇，浙江解三万七千两有奇，解民科敛，商困引庸。户部尚书赵世清指其害有保，因言额外多取一分，则政客少一分，而国计月处，请息罢无名福客。不报。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政额不百余万，保亦惶惧，请罢存积引言。保寻死，有旨罢之，而引经不能减矣。李太后薨，帝用遗诰捐各运司福客，商困稍苏，而就引庸。至户部上言法时议，正行见引，复消积引，以书通之。寻言，御史龙欲其立严正纲法，以旧引复见引行。淮南编为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计十余年，则旧引进行。从之。天启时，严厉者自搜括，勿增引超撤。魏忠贤党郭兴志、崔成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论者比之绝流而渔。崇祯中，给侍中皇陈浩调上严正，颇欲有所离隔。是时兵饷方大处，不能行也。初，诸王府则就禁地之盐，官民户口食盐皆忌口纳钞，自行官之。而官吏食盐多冒增口数，有一官之二千余斤，一吏之五百余斤者，乃县吏典不得过十口，文武官不过三十口。大口超十二贯之盐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盐折给官吏俸粮，以百四十斤当米一石。金官遂遣吏下场，自为监吏。景一吏议报，律连具见私犯，有私不能节。
巡盐御史乃定百司食盐。数郡数以给力，竟无下场。纳超、旧晚、费摩所出，利多王。嘉靖中，吏部郎中陆光祖言于尚书言乐，书请革之。自后百司停之食盐，为户部及十三道御史岁之如故。军民忌口纳超者，浙江越纳米三升，卖盐一斤，而商贾持盐赴官，官为敛散，追征之即过于租赋。正统时，从给事中报徽盐，令民自买食盐于商，罢纳米令，且欲十斤以下者勿以私言论，而盐超不除。后调编法刑，遂编入正赋。PG 1244。巡盐之官，洪、永时常一再命御史事盐客。正统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朱与盐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客，命众官御史同往。未几，以盐法已清，下敕召还。后遂令御史侍撮依循案例，遂更待以为常。十一年，以山东诸盐厂立长芦巡盐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畴清理两淮盐法。臣画中特遣中官王允中、迁都御史高明整治两淮盐法。明请增设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盐法坏，户部尚书李敏请柬，封县大臣清理，乃命户部侍郎李嗣于两淮，刑部侍郎彭韶于两浙，俱兼都御史，赐敕遣之。弘治十四年，迁都御史王景都理两淮盐法。正德二年，两淮则迁都御史王琼、敏，浙则迁都御史张宪。后为两淮副重，时遣大臣。十年，则刑部侍郎蓝章。嘉靖七年，则副都御史黄臣。三十二年，则副都御史王升。至三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燕茂卿总理四运司，事权尤重。自隆庆二年，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理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后，遂无特遣大臣之事。藩人事汝烙，不得察，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察，一马法，用制枪戎，而民治尤密。有官察，有商察，皆驻边。一马官察兼征客钞，商察书客略如盐制。初，太祖令商人于产茶的买茶，纳钱请饮，饮茶百斤，书钱二百，不及饮约鸡零，别置油铁给之。无油，饮即茶饮相离，者人得告补。至茶局批验所，称教茶饮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官爱不羁者，并论死。后又定茶饮一道，书钱千，照茶百斤；茶油一道，书钱六百，照茶六十斤。即又令纳钞，每饮油一道，纳钞一罐。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客司三十取一。四年，户部盐陕西汉中、荆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八茶三百十五户，茶二
PG 1245 138万余株，一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察员，令军士薅采，拾取其八，以一番马从之。于是诸产茶的设茶客司，定税额，陕西26000斤有其，四川100万斤。设茶马司于秦、陶、河、雅主州，自刁门、黎、雅地朵干、乌斯藏，行茶之地5000余里。山后归得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受者。刁门、永宁、云连所产茶，名曰剪刀粗叶，为西番用之，而商贩未尝出境。四川茶盐都转运使盐，以别立茶局，征其税。一红缨、毡衫、米、布、胶、蜡以资国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法，公私两便。于是永宁、成都、云连接设茶局矣。川人故以茶一毛布，毛缨诸物以偿茶客，自定客额，立仓收注，专用以试马，民不敢私采，客额每亏，民多赔纳。四川布政司以为言，乃听民采摘，与番易货，又召天权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征乌茶一马。初至，常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一茶，由四川延州未入黎州始达。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1800斤，于刁门茶客司给之。番商往复迂远，而给茶太多。延州未以为言，请至茶马司于延州，而改铸刁门茶于其地，且验马高下以为茶数，照茶马私人旧，而定上马一匹，给茶120斤，中70斤，居50斤。30年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敕右军都督曰：进者私茶出境，护士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岂番人玩武之心？袭秦蜀二府，法都司官军于松潘、刁门、黎、雅、河州、临洮即入西番关口外，寻进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驸马都尉谢达御蜀王春曰：国家榷茶，本资一马，边吏失机，私贩出境，为一红因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其所以致戎狄哉？而其欲布政司、都司言为防禁，无致失利。当世时，帝筹谋边防，用茶一马，故番人心，且以强中国。PG 1246。常为户部尚书玉兴，用陕西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贩玉之境，不可不言。已故遣迁都御史邓文坑等茶川陕私茶，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作死。又至金牌幸福，命曹国公李景隆基入藩，与诸藩要约。撰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何当差发，右曰不幸者斩。凡41面，陶州火把藏司囊日等族排4面，纳马3050匹。河州毕里卫西藩29族排21面，纳马7750匹。西宁屈仙、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瓦、深中、深藏等族
排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将朱藩，上号藏内府尹。为弃，三岁亦遣官和服。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刁门。运茶五十余万斤，货马万三千八百匹。太祖之御藩如此。永乐中，帝怀柔远人，帝增茶经。由是是马者多，而茶不足。茶尽一烧池，多丝出尽。刁门茶马私制用茶八万余斤，仅一马七十匹，又多受损。乃深言茶尽，设桃州茶马司，又设甘肃茶马司于陕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都陕西茶马。太祖之进司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刁门、澧、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武。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乐时停止金牌信服，致仕复给。未几，藩人为北狄所侵略，徙居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已。茶少，只以汉中茶一马，且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先是，洪武末，至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号十一。中茶者，字遣人赴甘州、西宁，而知言于怀，这以常废。商人是文凭自私，犯官客数年不完。正统初，都御史罗亨信言其弊，乃罢运茶之严厉，令官运如故，以京官总理之。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查陕西，藩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人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查。PG 1247。已而巡查不专，兵不言其害，乃复遣御史，遂一更者为令。又以遂积呆政，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客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编马号。而陕西诸郡遂忍无事易速，请于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赵商中茶，每饮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饮，官收其十之四。余者时令货卖，可得茶四十万斤，一马四千匹，数足而止。从之。十二年，御史王宪又言自中茶尽开，遂令司茶莫恶，而一马不利，请停粮茶之力。一时获兵荒，乃更图之，不复从其请。四川茶客司就征数十万斤一马。永乐以后，翻马西游，陕西道川茶多易烂，乃令以三分为律，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粮茶，停二年。言随机复照商纳粮草，中四百万斤，寻以。御史王少言复禁止，并八镇额外照商开中之力。十六年取回御史，以都理马镇都御史杨义清兼理之。义清复议开中，言照商买茶，官冒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帝从所请，
正德元年，义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者为利永行焉。义清又言：今排幸福之志当复，且请复设巡查御史监理马镇，乃复遣御史。而金牌已久废，卒不能复。后武宗宠藩森，许熙遇人力外代司查，自是查法遂坏。藩人之事马也，不能辨权衡，指定必中马，必大则官亏，其职小则伤病其繁。十年巡查御史王汝周擢为中制，每迁金为330币。嘉靖三年，御史陈蒋以商茶低尾，西征黑茶的产有限，乃地茶为上中二品，应烙壁上，书商名而考之，炫定四川茶饮50,000到26,000到为副饮，24,000到为边饮，芽茶饮3钱，叶茶饮2钱，中茶至80,000斤而止，不得太烂。PG 1248。15年，御史刘良清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茶者，并凌迟处死。盖西垂藩篱，莫切于诸藩。藩人视茶以身，故严法以禁之，一马以酬之，以致藩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出力，民间续茶不得过。一月之用，洪至中，召商中茶，或以备赈，或以除边，然未尝境内的知名使不得食茶也。今检通藩之罪，止于充军。境内的知茶使不得食，又使商司客茶，悉聚于三茶马司夫茶私语，藩为邻，私贩一通，而尽复言于内郡市区，名为私贩而受之资也。已故大奸拦出而漏网，小民复生斗而离法。今记三茶马司所著，陶和卒3年，西宁卒2年，而商司客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魔所用，茶法之必如此。翻得多马而魔所事，无茶有进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致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一番马以呆商贩，遂无虚日，即官一时，而马反号矣。请斥三茶马司，只留2年之用，每年一马当发若干，镇茶之外分毫无的加带，令茶价永贵，藩人受制，两马将不可慎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却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皆明珠进藩的进卖如故，更重通藩之刑如律例。陶明何则边备道临陶兰州，则陇右分巡，西宁则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这以罢软论，奏上报可。于是查法稍斥矣。御史刘伦、总督尚书王以奇等请复给诸藩金牌信服兵，不义藩族便诈不偿，北敌超略摩矣，金牌即给即失，书损国体。藩人纳马，意在得茶，言私贩之境，则藩人自顺，虽不给金牌，马可及也。若私贩盛行，无以系其心，
至其命，虽给金牌马亦不至，乃定一发刊合与之。其后陕西遂积察户摩所资，颇不可额。36年，户部以全陕灾赈，边饷告急，国用大处，上言先时赈额察役。PG 1249。马之外，多开中以左公家，有至500万斤者。进者御史刘良清，一开百万，后只开赈额80万斤，并刻查司查通缉仅90余万。宜下巡查御史役，诏商多中。御史杨美一言，遂进明平，即赈额上多亏损，安有盈现。金地以首每年90万斤招番，一马之归。凡通内地以习私犯，增开中以备赈荒，悉从停罢。无使与马分利。户部以躺藏方愧，请如弘治6年立一马外，仍开100万斤，照那边镇以备军饷。赵从之。末年，御史潘仪贵言，增中商茶颇庸滞，宜裁减14-5。又言松潘与陶何进私茶往往拦出，宜停松潘荧幕，深言入藩之境。捷报可四川茶饮之分边富也，边茶少而易行，富茶多而长滞。隆庆3年，才饮12000，以3万饮属黎雅，4000饮属松潘诸边，4000饮留内地，税银共14000余两，解布济边以为常。5年，令甘州访陶和西宁势力，遂以6月开中，2月内中马800匹。立赏罚例，商饮12年销完者赏有差，逾3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万历5年，俺达款赛，请开茶室。御史李时陈言，翻以茶为命，北敌若得，借以制藩，藩必从敌，宜换匪系，不易给100余币，而勿许其事意。自刘良清持内地之境，杨美亦以为非，其后复禁止。13年，以西安、凤翔、汉中不与藩邻，开其境，招商给引，抽13入关，于厅自卖。御史中化名以私茶之拦出多也，请分任则成。陕之汉中、关南道都之辅佐一人专注于杜霸，川之保宁、川北道都之辅佐一人专注姬侯霸、绿州县官兵防守，从之。中茶一马，为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见商人绿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120饮。茶户欲办本客，折私贩出边，藩族立私茶之见，因不肯纳马。23年，御史礼 PG 1250。南请进胡茶，言胡茶行茶法马镇两弊，宜令巡查御史。赵商给引，愿报汉、新、保、魁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时之刺口破腹，藩人亦受其害。继而语使徐乔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苏烙为宜，亦立藩也。
但一立法言和，以恶假察，户不折中其意，以汉察为主，胡察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币，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29年，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言，刻察真书，遂有定。俄先因察多于积，原户劫纳艰难，以此改折。经商人绝迹，五司察空，请令汉中五州县人书本色，每岁招商中500银，可的马11900余匹。布邑、西宁、河、桃、明、甘、庄浪六察司共一马9600匹，者为令。天启时，增中马2400匹。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坚壁日深，几乎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邮票，使得私行。番人上似进入奸商，察司所事者乃其中下也。番的察叛服自由，而姜立又以司马篡番马，冒之上察。察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其他产察之地，南直隶长卢池徽浙江湖延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庐商人中引则于应天宜兴杭州三批验所侦察客则于应天之江东瓜埠自苏长镇徽广德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皆征钞云南则征银其上贡茶天下贡额4000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有探春仙春刺春紫笋及剑心等号就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霸造为令采茶衙以进 PG 1251附上共户500家凡贡茶地按额以供不拒载 PG 1252至第57十或五前钞坑也附铁也同厂商税是博马市钱币之心自久服还法历代尊用钞始于唐之非钱宋之交汇今之交钞元氏始终用钞钱积费矣太祖初置宝元局于应天著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间行以400文为一贯40文为一两4文为一钱即平陈有亮命江西行省制或全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为颁红五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地降至重一钱纸各行省皆设保全局与保元局并驻而严司驻之境洪武四年改驻大中洪武通保大钱为小钱初保元局前驻今自于备后多不驻民间无今自者不行故改驻小钱以便之寻令司驻钱作费同送官常以钱事时有司则明出同明毁弃敏书官颇以为苦
而商贾言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瓤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直青色，外为龙纹花篮，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附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途前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25两，仍给犯人财产若500文。 PG 1253。则化前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500文、400文、300文、200文、100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尽民间不得以金银物或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一钞者听。遂罢宝元、宝全局。月二年，复设宝全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只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以钞用酒昏烂，立道钞法，令所在制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役新钞，量收公没值，会中书省费，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六年，置户部宝钞广元库、广汇库，入则广元掌之，出则广汇掌之。在外卫所军事，月盐皆给钞，各盐场给工本钞。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500文，准米一石。二十二年，诏更定钱事，升铜一斤，铸小钱160，折2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更造小钞，自10文至50文。二十四年，欲却税官吏，凡钞有字贯可辨者，不问烂损，即收受解金，亦乐与伪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于东市，凡三库各给钞3万，定为钞本，盗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于3月内印造，10月内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赖。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全局，使两浙、江西、闽、广民众钱清钞，有以钱160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祥贵，而钞法易坏不行。三十年，乃更深交易用金银之境。臣祖初犯者以奸恶论，为制造首饰器皿，不再尽力用。乐二年，诏犯者免死，徙家戍新州。陕西都司佥事张玉作底议官钞论述，江夏民赴死，以银银葬具，当戍边，帝以其破于制葬，非玩法，特经诱之。都御史陈英言比岁钞法不通，皆元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时。 PG 1254。 严法
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臣令计口纳，超时言可收五千余万锭。帝令户部会群臣议，大口月食言，一斤纳超一贯，小口半之，从其意。设北京宝钞提举司水梁克臣赃罚俱遮收钞，其职是洪武初检时之久。后又令言官纳旧钞之言，发南京抽分厂基薪，龙江提举司竹木玉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半炉柴，征钞十之八。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元即请更钞版撰文为永乐，帝命人其旧。自后中名士皆用红。五年号云仁宗监国，令犯吃账者书钞。即即位，以钞不行寻元吉。元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元散多敛少，宜违法敛之。请示四门贪诸税，度量轻重，加其克臣。钞入关，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以少出，民间的钞难，则自然重。以乃下令曰：所增门贪客臣，超法通，即复旧，经营部薄交易者，亦暂禁止。然事实民促清超，至宣得出米一食用超五十贯，乃持不薄米卖交易之境。凡以经营交易及逆货增值者，罚超。府县为所仓粮积至十年以上者，沿粮息收钞。秋粮一折钞三分，门摊客钞增五倍，他房店舍月纳钞五百贯。果园车并令纳钞，户部沿民间交易为用经营，钞至不行，乃一言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英宗即位，收复有米卖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持用银之境。朝野律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为折。官奉用钞，钞庸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祖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持其境。宪宗令内外客臣钱钞兼收，官俸均享一监之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真之名，则每贯真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弘治元年，京城税客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实言举 PG 1255，收钞各钞官据钱钞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前积不用，诏发之，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古助，乃复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其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以当一。制钱者，国朝钱也；旧制，工部所铸钱入太仓、私钥二库，诸关税钱亦入私钥库，共铸钱数千百万，中官掌之。今魏军秋粮取给焉，每七百当银一两。武宗之初不成，请查和清时，又以钱当奉粮者，紧急银数三之一，请于陈运库给银。时中官方用事，
皆不听。以儿私药库太监庞立言，自弘至监却官者迎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给，请遵承话。旧制，钱钞兼收，从之。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时分为律，钱亦饮酒。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官给征收，每七十文征银一钱，且深思助之境。嘉靖四年，令宣客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庸，亦专用银矣。明初铸弘五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类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弘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客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换钱少，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奉粮。又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遂笔道注。先是民间行滥恶钱，律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一杂迁徙，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减处加其中不可变。用给事中礼用禁言，以制钱与钱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据七文当银一分，于是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治之法。小钱行酒，昼隔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奉钱事义者，亦悉以七文议乐与民，民亦骚然。PG 1256。蜀连岁大清，四方流民旧时京师，死者相整集，论者为钱，法不通使然。于是御史和廷御调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直不从。廷御节奏尚书方顿及郎中刘耳目帝怒，赤耳目采廷御意，命从民变，且定嘉靖前七文，弘五铢前十文，前代前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诸滥恶小钱，以出禁之言，虽奉旨兼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竟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焉。给事中因正冒言两金铜价大高，铸钱的不偿费，以采云南铜运至越州古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复言，云南的辟事简，及山谷铸为变，乃敕巡抚以盐客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秉言费多入少，起罢铸地以小费不当，袭人命行之。月数年，巡按王政复言一罢铸不义，遣法庸制者，由宣客私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兼民乘机阻挠，钱多则
恶烂相欺，钱少则增值往利，故进越繁而钱越至。自今准折听明辨，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具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不易，使所铸钱有金背，有火漆，有旋边，易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隔旋车用绿汤。于是铸工尽杂迁西变作立制，而轮锅粗粝，色泽暗惨，尖尾仿效，到铸日资，今被遣返祖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称无害，请停。宝元局铸钱，应之给钱者悉与银。帝乃居至工匠轻料减工罪，而停古铸。自后税客征银而不征钱，且民间只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多。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欲复明，必重布帛书素而见银，欲见银，必致钱法以计银之不足。今钱为不余天下，而不以书于上，故其权在市井。请令明德以前书官，则 PG 1257。钱法自通，于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只许用钱，十钱八文折银一分，尽民无的任意低昂。直隶巡按杨家乡请铸大明通宝钱，不识年号，不一格不行。高拱在乡言钱法朝议细更，弃无陈说。小民恐今日的钱而明日不用，是以越更越乱，越进越疑。请亦从明辨，勿多为质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稍通矣。宝钞不用垂百余年，可臣亦先有收钞者，为奉钱读之钞如故。四年始以新铸隆庆钱给金官奉云。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加进钱试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旋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奉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廷无言，国出京师，有宝元局，各省有宝全局，自家进兼省局停废，民用告愧。颠中产同，不行古铸，而反以重价购海，非利也。遂开局铸钱，寻命十三部正司皆开局，采工不严，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习也。久之，户不严，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故无庸恶匮乏之患。初铸时，金背十文值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加进金背四文，各值银一分，火漆旋边亦如之。仅于十年，而轻重不斥相伴，钱重而物价腾涌，移发库铸以平其值。从之，十王府皆铸造私钱，利乐感节。古钱祖制不行，国用不足，乃命南北宝元局拓的增卢古铸，而北钱是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
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天启元年驻太昌前，兵部尚书王相干请驻当时、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纹略仿白金三品之制，于是两金皆驻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召两金停驻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驻。当世时，开局遍天下，众客前席。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余两，获席银三万九千有奇。PG 1258。户部铸钱获席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即席取银，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月，不堪命矣。保全局同本四十万两，就立前程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致事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挠经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于无席，炫开炫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吉宣、密二镇，而所住之席不尽归朝廷，复苦无住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启尊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于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时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善之，小民所采，人与之以事，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亦多，铜制亦少。南京户部尚书镇三郡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员及产铜之人驻镇远、京、长铜千会及处，所谓采铜于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即又采将孟元区文喜诸州县铜签，荆州抽分主事诸大寿言，荆州上街前属下连江广商贩铜签必及，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席两倍于南，三倍于北。因臣便宜四世，即命大寿专督之，遂定钱市，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吕旨言敕，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公龙万钱加重半铢。自起，真心铸出，旧钱稀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千沙百，不盈寸，昨直折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名亡。初至，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千都御史庞尚鹏亦古钱只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其真实广铸钱，使扩古钱以充费铜，民间事役亦并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与平台照对，给侍中皇陈浩书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宏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于民不便。帝以为然，继而已。御史王谢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于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随是尽销古钱，致是凡在见云超法自弘镇监废。天启时，给侍中会侍杨复请造型重。 PG 1259。 真末有奖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
泥原陆方长不势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坑野之客，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名海。徐达下山东，进城请开银厂。太祖为银厂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遂刻陈额真银模以严厉之臣，皆羌民之贼也。临淄城启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地处之臣祖赤和驰名言采矿者，人宣人事禁止田翻于坑洞，罢松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由西县银平山银厂菊庐也42座，始于洪武59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7县亦有厂菊，遂客皆2000余两。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8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客，复遣中官御史往和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3所，设贵州太平西交趾宣光镇金厂局、革荣西银厂局、云南大理银也。其不产金银者，一屡有革罢。而福建遂额增至3万余两，浙江增至8万余。宣宗初颇减福建客，其后增至4万余，而浙江亦增至9万余。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名大苏檄，而遂额未除。遂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继而进革永监，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诱之，不圈严者复请开银厂，则立归于上，而盗魔所容。乃命侍郎王直往京里，定岁客福建银20000余，浙江备之。又分遣御史曹翔、冯杰提督，公益过公税，民困而盗越重。邓茂七叶宗留之徒留读者，敏久之始定。景帝常封闭，炫以道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元贞请开浙江银厂，因并开福建，命众官戴细宝提督之。天顺4年，命众官罗永之浙江，罗圭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克俄浙，闽大略如旧，云南10万2有其，四川13000有其，总183000有其。成化中，开湖广经 PG 1260厂，武陵等12县凡21厂，遂一民夫55万，死者无算的金仅35两，于是复辟。而浙江银矿已缺额量减，云南旅开旅亭。弘治元年始减云南2万2，温处1万2余，罢浦城废坑营也。至13年，云南巡抚李世石言云南九银厂、4厂矿脉九绝，其免其客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继而浙江守城盐矿脉已绝，乃令遂进银20000两，留锦珠乃止。
世宗初，必大理矿场。其后继豫、齐、晋、川、滇所在境矿砂经营，复亦开采，以助大功。既或欲望玉矿营，地欲隔城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顿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伏案盐都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将降之意。于是公私交物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结徽宁，天下见多是矣。隆庆初，霸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乐时禁止。万历十二年，兼明吕以矿利中上新，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亦样样。二十四年，张卫秉政，前为千户仲春请开矿，卫不能止。开采之端起，废遍白望县矿洞者日至，于是无得不开。中十四初，昌平则望中、真、宝、济、永、房山；魏州则望虎、昌黎；则田径、河南之开封、张德、魏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宜州、腾、费、蓬莱、福山、娄霞；昭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陆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龙、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凤；浙江之杭、严、金、渠、孝丰、诸暨则曹经；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建、赵清；四川则邱成云；辽东则高怀；广东则李靖；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湘；福建则高采；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官房，并携援奏官网，矿脉维系无所得，乐民尝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陈传衡所名才，临利州县有私蓄名者，罪以阻挠。PG 1261。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凤尤甚。富家具足，则屋以盗矿；良田美宅，则只以为下有矿脉，绿意为补，乳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头之僵，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25年至33年，诸当所进矿税银几及300万两，群小集市诸所，不斥被洗，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经水旱告灾，天明地震，心流气社，四方日报，中外军心，百姓困闭，而势力小人解开采以似饕餮。倘信由中作，则矿夫容易为祸游猎，致事而后求投诸底壁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一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道少聚，易于召乱，易也；矿头累积，是尘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故民粮缺，饥饿造乎，四也；矿洞遍开，无意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苛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行机变，八也；金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
虽清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输入皆不审，使者以为明王盖诏于此。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豫、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则、路各一，凡十三所，遂输铁746万余斤。河南、四川亦有铁冶。十二年亦以茶陵。十五年，广平吏王允道言慈州产铁，原石至官，遂收百余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府定赋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罢各部镇司铁冶，即而公布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就共十万斤，善制兵器，他处无有，乃复设。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复焉。末年，以公布言复禁开，令民的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位铁冶。景帝时，办事力请赴陕西、宁远铁矿，公布何其违法，下狱。给侍中张文直以为不宜塞盐路，乃释之。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有司客外所录 PG 1262。唐大病等因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平之。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客提举司领之，进司犯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平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绿荫旧制，未尝特开云铜厂。明初为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凉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太祖时，连州巡检盐，皆州界西戎，有水银坑也及青绿、紫泥愿的兵取其地，地不许。为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厂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绿、银、铜，以与外藩接近，于军民前取绅士，特进斥之。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弘治时八年才革板厂坑水银厂局。正德九年，军事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赵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万间因古著屡开云南诸处铜厂，久之所获渐少。崇祯时，遂扩古前以公卢冶焉。官事之争，宋元颇繁琐。明初勿简约，其后增至渐多，行积居狱，所过所止各有税。其民勿见息绑于官署，按而征之，为农具、书籍及他不欲于世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办。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弃本别纳纸价。凡纳税的，至电力书所指商市民务数。官司有兜税，有宣客，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厂局，有河伯所。所收税客，有本色，有折色。税客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级多有之，
凡四百余所。其后以次才病时之期，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盛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缉、广缉，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令军卫自设厂分，收住柴薪。河伯所为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指盐山县。凡税客、征商沽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伯取余客。又有门摊客钞，领于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殿钱。及吴王位，减收官殿钱，改在京官殿为宣客司，府县官殿为通客司。PG 1263。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为另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事司，每三日一校勘，皆是度量权衡，稽牙快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事司，张德税客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处之。山西平遥主簿陈乐至闷来朝，上其考曰：能挥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挥办为能，是包萧下民，失利止也。周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训。十年，虎部奏天下税客司局征商不如额者178处，遂遣中官国子升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言税客司局遂收额米不及510者，凡364处，宜罢之。报可胡为雍福诸地狱户部曰：囊者奸臣聚敛，税极欠息，朕甚耻焉。自今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司部之类，皆物税。霸天下抽分竹木厂，明年令以野兽皮书于客，至求以给边促。初，京师军民居士皆官所给，彼舍无系地。商或至，或止于州，或住城外，掌快上下其价，商人并之。帝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滨水为屋，名他房，以住商货。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知不薄，农器、食品及买祭税之物，车船运给货物，余书杂果非是犯者，俱免税。准南京吏，至京城官殿他房。七年，遣御史兼身于收客处，却办客城。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继延、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京都北平百货被往时，其商税以遣人监阙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洪熙元年增设四门摊客钞。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政殿四门摊税客增九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司重而欲者，他房、库房、殿舍居商货者，罗驴车受单固装载者，悉令纳钞。伪御史、户部、警一位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查收，舟船受单固装载者，记所。PG 1264。
载料多寡，路径远纳超。超官之设自此始，其以是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人罪之。于是有扩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虎树、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超官、亮州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为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兼收。自南京至通州、今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侍郎曹洪言，他房月钞五百贯，粮苦有遇子女书客者，帝令何除之。即钞法通，减北京书的客钞之半，船料百贯者减至六十贯。正统初，赵凡客臣门贪，俱尊洪武旧额，不得借口钞法妄增。未几，以兵部侍郎于谦奏，革职省税客司局，领其税于有司，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扩县钞官于河西务。船料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变。九年，王佐掌户部，至张义门官房，收商税客钞，复设职省税客司官，真确见凡矣。景泰元年，于谦秉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长嘉湾及辽阳客税之半。大理卿薛轩新言，抽分新探等逆不报者，准薄伤逆翻，获罪，竟没之过重，请得比逆税率，帝从之。成化七年增至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初抽分竹木，只取钞，其后亦以银制市建议至数万两。巡遣御史阙税。孝宗初，御史臣谣言崇文门兼税官以剖客为能，非国体，乃命客货外车辆无的搜阻。又从给事中王敞言，取回芜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抚州左二官兼收其税。十三年复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严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场。未一年，太监郑喜请复设于顺德、广平。工部尚书李遂依阿池两端、横征之端复起，寻命众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场，与主事中分阙税。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客司局多所裁革，又革征定诸府，抽应募职中官。P.G. 1265。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超六十六万余贯，前二百八十八万余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超增四倍，前增三十万。嘉靖三年，赵如弘治初年历，仍减前三十万。直省关税，成化以来遮收银，其后复收钱钞。八年复收银，遂为定制。史时超官估船料定税，继而以估料南河乃渡梁头广峡为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城尺为限，勿科机灵。
太监李能请于山海关却商税，行之数年，主事乌月岩广宁八里铺前屯未既有榷场，不宜再榷罢之。其后复山海关税罢八里铺殿前。42年令各关岁额定数之外，于饶西入公堂。隆庆二年始给超官主事官房敕书，寻令超官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远者令左二官收住府库，即解部主事长和商所报物数已定税数，收解无有所与。神宗初，令商货进京者河西务给红丹，复崇文门并纳政条传三税，其不进京者河西务只收正税，免条传二税。万历11年隔天下私设无名税客，然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官经私善抽税，往例并明，虽累照查格，不能去矣。代量公三殿灾营建费不资，使开矿增税，而天津殿租广州朱雀两淮余盐金口共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明目湖口长江船税，荆州殿税，保底于尾及门摊商税，邮部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邪官吏，勿追硝烟。却税之始，自26年迁户赵承勋奏请时，其后高采于京口，记录于仪征，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凤于荆州，马唐于临清，陈曾于东昌，孙龙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邱成云于四川，梁勇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掖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世伯，或征殿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兼民纳贿于中官，则给指挥千户闸，用为爪牙。水路行数十里，即数其建厂。是商贾诺者四为攘夺，没 PG 1266。其全资附带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物米盐鸡屎，皆令输税，所置数机明辨，地律必不问，诸所进税，或称移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盈余，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丸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地以为能省治税。兼刘成因灾荒请暂宽商税，终止人征客40000，其势力如此。33年始诏罢采矿，以税物归有司，而税始不撤。李道诡称有司故却，岂如旧变，帝惧从之。又听府府陈奉谢文权言舍官殿于崇文门外，以供府邸。户部尚书赵世清屡书不听，是清又言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湖墅、扬州、北兴、淮安各超官，遂征本折约325000余两。万历25年增银82000两，此定。